来，开戏啊！好，第四天开始报白点啦、啊。你看，所以这开始咧紧迫啊。所以这就是啥？这新鱼啊，我爱去度过一个难关。你看，因为我讲伊这身躯憋完有走出来有啊，迄只啊，这老鱼拢无哦，啊，迄只多利嘛对啊。我就讲这奇怪，为什么这新鱼啊拢安尼想无？哦，多利在后面，多利然后是白点王是确定，在第四天的时候，哦，白点开始爆发了，但是就是爱会一直动的，爱就落来看这只有无，伊这就是有这有乌乌有一点一点这有空，迄个是白点佫走出来，佫去顶着，你知道？我这么目前这个瓶颈的大概安尼，每次。新鱼来大概七天了、啊、这第四天了、啊、第四天就开始爆了。啊他妈一爱倒倒起来那高峰期爱过。啊你也没过就倒了。啊反正是我较早的经验。哦啊这就是一定要这样。所以我刚才讲吼、哦、鱼要全部给他。啊这海金鱼有没有对。海金鱼我这看不了。未来但是如果活力有活力的话啊，还好，回去继续啦。哎呀，无法度啦，开始爆了，对不对？你这多利一点鼻都唔叫，你怎啊卖笑？